感谢金轮金轮神磨练的飞机，谢谢。这贾克斯在红 buff， 我觉得他过不来了，我可能要卡他一波位。他人呢？哦，绕了一圈，行。他居然绕一圈，我二级了，你懂的。我二级了。嗯？没脾气的，这个男枪在我野区，来抓他，抓住他，把他打死，把他打死，好，很好，别怕，哎，这上路，好，你走，交给我了，啊，上路强势就是好。这红 buff 一。哎，你这个胆子有点大啊！你这个胆子有点大啊！好，很潇洒，上来给我雷个盾！我觉得他这个 TP 真的很危险，拉开，闪现咬住。再拉开这个闪现，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吧。感谢小霸王的飞机，谢谢。这个闪现我自己都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但你不会觉得很帅吗？他离塔近了，不然他抵死，我有红，我有红。恭喜主播成为擂主，获得60钻奖励。60钻奖励。红 buff 在手，他现在打不了钱，真的。他现在打不了钱。感谢小霸王的飞机两个，谢谢。那你完了，我有红，他不，这波他不死也残了，没了，包死，这个包死，我强攻鳄鱼红 buff 他是包死的，主要这个红厉害。敢跳，敢交这个跳斩。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来，我们吃一个塔皮。我有爆破，很舒服哦，才5分钟就能吃一个塔皮了。哇，这把我这个老有点挡不住啊。有点挡不住啊，6级了。现在是爸爸了，才5分钟，才5分钟，我们点的爆破，先把他上路两个塔给拿了。感谢小霸王送上的3个飞机，谢谢。没得抽奖，这个武器破绽很多，没错，他已经崩了。不过讲道理，我的鳄鱼打武器还是很有心得的。方法很多，老马今天不隐藏实力了，被你发现了，被你发现了。
今天粉丝节激发了我的潜能，明白吗？我的潜能被激发了，今天很猛，我要吃塔皮。没事，不打他就行，在塔内把他咬住。没事，我进草开大一 v 二很轻松，我先走，等技能，等 buff， 好。站在这边吸一口，咬住，没事，他打不过我的。哎呀，我 Q 技能还就无所谓的呀，好不好都可以啊、哎。双杀，这波他们一定认为我打不过，知道吗？他们一定认为我打不过，但是我很清楚，只要我开大，我先把技能等一等，攒了怒气，没有小兵我都能打得过，有小兵那就更简单了。我站在小兵堆里面吸血，那就更轻松了。但我刚才不能往小兵堆里面走了，因为往小兵堆里面走的话，我会吃他的二段 Q， 就是这个蓝枪。这次一手大皮，完美，无改，无改。有人说我是炸虎，我跟你讲，我鳄鱼很强的，我 S。没事，E马上好，闪现马上好，我没有鞋子，他跳斩马上好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那个没有办法跑了。哦，可以了，有了。奇怪，我靠！哦，终于有抽奖了，我靠！来一个3000元的 iPad mini， 我闪没好。还是要出鞋子，他这里有个眼啊，这个眼把我搞死了。没事，这波我的阵亡影响不到，还是能够吊打他，这是肯定的，只是说没那么顺了，但他现在还是没法打。我黑切鳄鱼，我 S4的时候专门玩鳄鱼， S4 的时候用鳄鱼打到了王者，大概也不是很高，大概500左右。没事，给你打，我就给他打，他都不敢追出来，无缝连翼出来，我给他打，打我没关系的，他打不过我，我有大招，他不可能打得过，他在这跳舞，他这波上来很危险。你别看我血不多，没事，不用帮我，刷不掉，刷不掉，没事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不不不不，不杀不杀，我们把他塔吃了，别浪啊！我们点的爆破鳄鱼就是要推塔的。我看过老妈以前鳄鱼的教学视频，很强。现在算了，我靠，你觉得我现在鳄鱼不强吗？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如果这把劣势，我就可以证明一下了。你敢追吗？好，他肯定打不过。双招 ，DF 秒掉，
先骑。我们先来一个鞋子。我可以去下路帮一波，或者推波中，他中路还有塔皮的。来，好，他都不敢死。这波用我再吃一层，好 ，OK， 行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把上路的线压过去，他后面有人，不跟他打啊，有人没大，打不过。我有大了，那我现在是不虚的，一 v 二，但我必须要勾引他们，他在勾引我，但我皇子在反勾引。别过来，让你绕一圈。有黑切 ，CD 又短，又肉，这输出爆炸的，他要开E了，我先把他E骗出来，好，走了，他队友要来了，再不走我要被偷了。男枪在下路啊，那他死了呀，但是呢他有反击风暴，我的 W 是咬不中他的，我得等点燃好，不然我会被他晕住然后把我杀掉，我点燃还差几秒钟，我赌他在草丛回城，他在这个草回城，他死了，杀不了，勾引他一下，好，他死了，这还行吧，这个一定要对技能也非常深刻的了解，我们才能这么做啊！看上去我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其实一点都不危险，艺高人胆大。我第二波吃那个塔，他一定会上的，正常人都会上，忍不住，一定忍不住，那个血量太少。而且我们反击风暴时机要看得好，好，再吃一个塔，吃不掉，这个吃我就没了，这个吃肯定没了，没事，他男枪抓我，我有大，他必定打不过，一点都不慌啊，他上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他死了呀，这个判断肯定有的。因为我那个 Q 能吸一口血，加上我有点燃，对不对？他肯定要主动关啊！他那个不关，他不晕我吗？晕我直接，他如果不关的话，我咬不到 Q 一下，回口血，他再关，那他就不是，他就不会上了。我们就推塔就行了，我这个爆破
他在追我，我就要开大了。只要等我 W 好，有怒闪现咬住，冷酷不裂，他就死了。这个二塔我们吃掉，很舒服。先不着急交技能，等怒好，哎，没事，再等怒好，先拉开吸口血，再回去再 A 一下，闪现躲他技能之后。我们一技能还差一点，没事，亚索打不过我，绝对打不过我，甚至双杀，你注意看细节，咬住他提亚马特，回拉 A 走位啊，这个吹风这个一定要掐好 CD， 他这波是吹风好的一个时间，他肯定会出的，所以我们往左边拉，他解不了大啊。这波一直 rap 不来的话应该是双杀，因为我点燃也好了，他跑不了啊，三杀回家。走了。鳄鱼在前中期很猛。我们再来一个这个东西。哇 ！CD， 我们要 CD。战神归位 ，OK， 最后20秒，价值3000元的平板，各位同学，没有门槛，赶快参与。最后10秒钟，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？这波我决定先偷他一波塔，恭喜，暖心。还有一个平板，还有两个，好，再来一个啊！今天奖品不断，很舒服吧？一模参与。还是无缝连夜 Q 汤，他这波没了，走位，哎呦，我现在一打三没问题，哎，带缓速吗？哎呦，这个点燃，这波浪了，感谢为爱不伤心。来，我们吃大龙。我靠，这个 FPS 有点低啊！在兵堆里面一打三是可以的。我青龙偃月刀出来了。来。接次大龙，接次大龙，可以打。现在是我最强势的时候。他们好像放弃了。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我们 W 附带这个巨型九头蛇，你看没有？
加上强攻上来很高，我们去推他下路。我的 FPS 有点低，有点卡，把他这个。这波可以，风筝放的不丑，三打五，队友猛啊！我们赶快把他这个拆了啊！这波有闪有大，我感觉我这把要秀了，如果他们要来抓我的话。现在一打拆很轻松。有青龙刀，回家，1000块，来一个大腰带，六的飞起，3500，开大招，500，4000，来吧，一波一波一波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好卡！你要拜我为师？行，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，你就是我的徒弟了。只要你坚持来一个月，我觉得你的段位应该能提一个大段，是一个大段，那么不是一个小段，是一个大段。这个输出不要太猛啊！可以，他们没打。如果他们要硬打的话，我可能三杀去。他们让了，我这个时候的输出非常高。哦，咬死他，很猛。推他上，推他上。你都来了一年了，段位没变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没有打，你天天看你不打，那你怎么段位怎么变呢？这波如果包我的话，我觉得啊，这个男枪有点小皮，真的，我必须得二段一，不然我跑不了。我草丛我可以卡一波视野，如果他们还要追的话，我大招好了，我可能就一打三。我觉得他们很上头，现在这个男。我觉得你在找死，真的，我就在这里回城。如果你敢上来的话，我觉得你是必死的。你不动，我也不动。走位，没事，我有大。好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没事，我有大，我在勾引他们，我在勾引他们还手。好。吸一口血，一段巨酒，巨酒两段，拜拜。这个伤害在我们掌控之内，所以你看我剩一丝血没死，你不要奇怪，你以为我是运气好？其实不是，我算得出来他这个伤害。这波有点猛，伤害计算很到位，完美，卡在了。50滴血左右，是吧？50滴血，不慌啊！这个慌什么？我们比较了解鳄鱼，他这个回复能力和他的这个技能的出招啊，前摇后摇，所以不慌。搞定，结束，还不放弃吗？还不放弃吗？
黄金楼，愤怒，嘿嘿，黄金楼，你想看我一打五？一打五肯定打不了的呀。